第一一定是王玲姐。你看你看我刚才讲什么，我们有20年的朋友了，耶耶耶。然后杰杰我肯定会选啊，他唱歌跳舞都会。我真的不是成绩很好的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我。我是希望我能够安安稳稳把节目录完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怕上热搜。据我经验分析，我真的不行。那你要拒绝我选你是吧？那次是。哦。他的点我跟不上，就是会很紧张。我像我们这种怂人就不敢说的呀，只敢下面议论。不得不说，叶璇选人的时候真的有些尴尬了。直接挑中王林与柯洁，没想到两人都表现出一副不想的样子。柯洁更是不断的自黑，表示自己什么都不行。后采的时候直言自己太怂了，叶璇太敢说自己不想上热搜。早前有网友爆料叶璇和柯洁在节目中开撕，在选品的时候出现了争执，不过只是一个瓜而已，后续再看姐姐们的情感故事。